文华，这是做到的病院呢。明天开花。哎呦，哪有可能啦？文华，赶紧下手。嗯。恁这对兄弟真无够意思呢，有这个好工，竟然想要暗砍。我拄仔听你讲，导游若做出来会出代志，当然嘛出代志，啊，就救援食品、加万载摄影机出代志啊。英哥，做代志较差不多的，唔惊嫌我。无你安言，是有啥物意思哈、啊？这物件是客白的哦，你唔惊我甲你讲？做恁去讲啊，即卖有秘密在别人手头的是你，唔是我呢。阮已经惊你二十多年啊，有够啊啦！阿兄阿嫂，你嘛足奇怪呢。既然有这個做导游的秘方，是安怎，搁还无小明在陪，啊，特别去求阿万师哈？啊，唔较简单，惊咱尊英抢功劳啦。哦，你免这么小人啦。尊英是阮的师叔，阮哪可能跟伊作对？我嘛希望伊有出脱啦、啊欸。是啦，阮一定无将物件摕出來，迄是因为要予咱老家甲阿万师有一个好好的机会啊。希望借一摆合作哦，会当恢复过去的感情嘛。啊，因只是外人，尔是要恢复啥物感情？你若真是要恢复感情哦，来恢复咱这两口子的感情啊。文华，你叫我。免少想，阮翁仔要互恁这口子，装孝的装二十多年啊啦。阮受尽委屈，这边绝对袂妥协啦。这物件哦，就当作恁阿母甲阮现实的送过来。迄物件是客白的啦，安尼更加好。阮会亲手把这物件送给伊的孙，亲孙哦，让伊吼去做导游，来供应咱台美的台湾汉堡。绝对袂用的，你唔通我白来哦，迄是出大事哦。阿兄，你若歪照爸意思，硬要叫阿姨出面，安尼哦，才会出大代志啦。就是啊，你若无希望所有代志压出来，就莫搞运动，还佫有。即马救援食品甲油业合作失败，是咱同我出手的机会呢。嗯，搁再来讲，即马有这座岛的病院，咱的台湾汉堡敢会输人哦？文华，咱在房间好好庆祝。嗯。文华，别走。啥？物件叫英国伊阿母抢去？啊！恁先在咧办代志啊？迄个笔记本这么重要？阿文华、甲英华，因都硬要抢啊！我嘛想要甲做动，啊，也唔过。好啊啦，卖我讲，明珠，你才马上去叫英华两阿母改名笔记本，马上来见我。赵林，亚姐。你倒是讲，英和是安怎威胁的？恁有啥物代志咧？阮麻烦？无啦，我是家己烦恼啦。免骗我啦。假使若无代志啊，着恁嘛袂安尼乖乖目睭紧紧看迄笔记本叫抢去。是安尼啦。啊，都进前有一摆，我甲明珠咧办公室讲到何文的代志，啊，英和拄仔弄入来。我想应该是知影，惠文是文庆的查某囝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英和唔才安尼三不五时啊来甲我饲一个，甲我乱一个啦。啊，我甲明珠虽然是拍死无要承认，啊，英和哦，伊嘛唔敢光明正大直接问啦。啊，唔过，啊，唔过安怎？啊，唔过伊每摆提出要求，你甲明珠就感觉心虚，就尽量吞忍，尽量让伊，对无？哎。你食啊，这么多遐哦，搁遐尼憨啦！伊若无直接讲，惠文是文钦的查某囝，就表示讲伊干那要啦尔啦。啊，你若愈让伊哦，就证明讲伊要是对的啦。啊，不过伊确实是有提起惠文先生的代志。啊，若证明讲惠文是文钦的查某囝，啊，搁是安怎？应该说将惠文的身世讲出来。对有啥物好处？要只有增加惠文名正言顺来接咱台币安尼啊啦。伊无安尼讲啦，这代志吼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以后假使伊若阁啰啰嗦嗦甲你讲遐有诶无诶吼，你阁直接来找我讲。
啊，不过我是惊讲因哦去找惠文，直接后边讲了有诶无诶。因无就打啦。爸，你找阮哦？是啊，听说讲爸为了大学的代志咧找阮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啊喽，这本笔记本哦，真好啊，要哪样藏起来？当然要甲摕予俊英，赶紧去青山导游来替咱台湾汉堡加分。哪知影阿兄甲阿嫂煞想要甲暗藏起来，那真是安尼，咱台湾汉堡甲俊英也是输要安怎？所以阮规用抢的啊，安尼做吼，嘛就着咱台币啊。嘛你敢知影这本笔记本是上交予中人的？当然嘛是爸，这么好的物件，别人要哪有啦？原说当初咱台币创业成功哦，嘛是有这本笔记本啊，对吧？啊！你既然知影这是我的物件，这么重要的物件你也敢抢？你想要造反？还是你认为我最近身体无好，已经无路用啊？较早退出台币，让恁较早接班照。阿姨啊，敢讲惠文先生的代志？嗯，惠文是安怎？惠文的心事是安怎？你想要讲什么？是哦，讲。好，我这样来点点，姐姐听你讲。我。无啦，爸，我无要讲啥啦。阮会摕吼，迄个笔记本是想讲内面吼有做导游的秘诀啦，啊，交予俊英甲俊英斗相共嘛，甲惠文的心事无关系啦。是啊是啊，我拄仔讲的代志哦，甲惠文的心事无关系啦，是甲俊英，甲俊英的名声有关系啦。既然俊英即马是咱冷冻食品部经理嘛，甲俊英斗相共，就等于是甲台币斗相共啊。啊，甲台币斗相共，就等于甲爸斗相共。敢讲阮两个做嘛唔对？阮哦，绝对无想要甲暗砍啦。爸，你也想要抢这本笔记本，主要嘛是帮助恁家对无？是啊。啊，你敢知啊？我会将这本这么旧的笔记本摕出来，嘛是要挺俊英。啊，无我也需要摕出来哈。你放心啦，这手工台湾的笔名，我会叫中人影印给恁啦。其他这内面写啥物啦，恁也无需要知影。啊。还够有哦。台币这回冷冻食品啊，你两个阿母甲俊英啊好好拍拼，无论输还是赢，你两个爱负全部的责任。爸，啊，不过总经理是阿兄嘞。不管总经理啥物人啊，只要若成功，你功劳拢恁个，无人甲你抢，你就会上马上转去公司，有两个副总的亏，分两个吃。真是哦，爸，我会当回去公司上班啊！英和，我会当回去做副总啊呢，安尼我唔免伫咧厝内面六点啊。卖欢喜小早啦，恁即马干咩啊？啊，若输咧？假使若是输哦，还是阁有掠出啥物风波，恁两个拢甲死出，永远拢卖转来。袂啦，爸，即马哦。有这个导游的庇荫啊，俊英一定成功的啦！那成功了，咱台湾汉堡一定超级大卖！多谢爸。对了，爸，你哪有一本笔记本啊？我看内面的内容吼，写得足丰富的，敢讲英和有对啊？咱台币的成功是靠一本笔记本哈、恁两个呀，莫常常有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啦，唔知影代志常学袂晓。台币那是靠这笔记本，台币是靠你爸爸打拼出来的。哎，好啦，你两个赶紧办代志，先出去。好，爸，啊无我叫甲文华，落紧来甲俊英讲只好消息。行行行。
阿兄、阿嫂，导游爱记哦，靠票啊！好，行。特别，歹势，搁我问一摆，这个导游敢真正要做？我是烦恼。等你烦恼啥物啦？但是甲这直播啊，咱敢要搁别款的选择呀？亚芳自头到尾都无咧介意阮哥哥。伊的目的是想要让阮哥哥甲新秋斗相共。亚芳哪会当安尼啦？亚芳哪会当安尼啦？啊，这查某囡仔实在哦。阿强伊即摆人咧，自阮转来就无看到伊，伊伫厝里哦。伊一透早甲即摆拢也袂转来啦。一定是去予亚芳哦，叫出去讲这件代志，无你较想袂开，已经跳海啊啦。哈？啊！我对阿伟遐边啊，转来都无看到伊啊！我只是譬如讲啊，哪有可能真正跳海啦？我来找伊。我对你来。唔免。哎，哪样唔免啊？阿好嘛是为着性侵才安尼做。讲起来，阮大家嘛有孝心，而且阿强是我兄弟，阿好亲像我亲小妹。本来我俩村因两个人有一个真好结果。像我心肝内，我唔知要安怎讲，我是感觉真可惜。嘉勇，你就先去陪伊去啦。这件代志，伊确实有责任。阿公，你的手怎做？你的手，我无代志。你哪里看我啦？我就讲我无代志啊。手安那？哎呦，安尼落血落地啦！我来去提药啊！好医院啊！我来去，等我。你这种干事，真有个性性。你是咧创啥啦？我拄无艰苦啊，你是咧艰苦啥？你敢知影？你这个丫头的手，对咱这个店有偌尔重要？之前你就是为着伊才受伤的。即摆故意着伊不甲安尼，结果咧，我真正是替你感觉无价值呢。听安尼讲，感情本来就无对，敢唔对？只有爱甲无爱啊。伊也无爱你啊，不过伊袂欺骗你啊。好啊啦，莫阁讲啊，我无代志啦。来来来，你要加油，来来。阿强，阿强，阿西贝啦。这跟你无关系啊，唔免跟我回事咧。阿芳自细个教做大汉，伊就参像我亲像妹同款。伊竟然做出这款无应该的代志，伊竟然用这款无应该的方式来伤害你。我心肝内真心歹势。当初我知你两个做伙时阵，我心肝内阁真欢喜，因为恁阿芳上艰苦、上需要人安慰的时阵，天公爷安排你出现，予伊安慰，保护伊，予伊幸福。想袂到即摆，竟然是这款的结果。哎，那阿芳哦，实在是足袂晓想的啦。等下吼，我一定甲讲。来啦，感情代志本来都无法度勉强的。若是安尼，回阿你对伊无公平，也毋是我想要爱。你敢若想着对伊无公平，哪里伊咧？伊对你公平无？这两回事啦。啊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真可耻啦！阿芳安尼对待你，啊，你也搁在替伊设想。是啦，阿强仔，阮大家拢感觉你是一个好人，失去你是阿芳的损失。对啦，莫这么悲观啦，未来的路还阁真长啊，到尾安怎，谁知影的？对啦，对啦。无，但是一开始吼，阿芳是因为有目的才跟你做伙，啊后来吼，伊家己不知不觉对你有感情，去爱着你，家己还阁唔知影，反正伊即摆开始足后悔嘞，哈。你莫阁安慰我。
这是我跟亚芳两个人的代志，我不希望安尼，让恁感觉歹势。非得明仔载天同款的光，同款的暗，夜雾同款，逐天爱招来二十个人客。顺客，是我咧失恋呢，你若比我搁较苦过面啊？感觉爱我安慰您，你安尼敢会伤过残忍？可恶！加油！你毋是甲我讲，你无希望阿好伊变作爱哭伊，我嘛无希望你安尼哦。好啊啦，我无代志，大家毋免为我烦恼。拜托，给我一点仔时间，一点仔时间就好啊。好，拜托。我你家己去安静一下。你我交坐啊久哦，无想要回来，但是无想要应付咱这的人，也不是。哈啦，这查甫囝吼，伫正人面头前，迄目屎不是流对遮出来，是流对遮入味啦，真辛苦哩。到底咱唔知是咧安怎，代志积积做一堆啦，一单未算，还佫一单，就是讲伫咧洗三温暖，一日起，一日落，心肝头够乱的。啊！你看阿虎安尼行到安尼吼，我实在是足不忍心的啦。拢嘛你，我大部就拢拖对咧海边啊去。我嘛感觉我今日是有较超过。你即马才知影。讲到要甲人斗三工，互人恢复记忆，结果你家己比人较激动啦。迄是加在我底下，啊无我看恁两个怎手牵着咧去跳海。啊，我就是讲做一个甲变过去的代志，看伊会当做一个想起来未？啊，那早变啊变，我都想着查某囝，我当然是会艰苦啊。你大行别怪我。我唔是讲咧怪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咱安尼做敢对？啊！硬逼伊搁去回想，诶，迄较早拢伤心的代志呢，啊！啊，二十外年啊，人迄空嘴拢已经拢结烂啊，吼啊，坚皮啊，啊，咱即摆搁甲迄皮啊，搁甲掀起来，搁要甲愈严。迄虽然空嘴表面上坚皮，但是内面还搁落人滴呢。啊，若无甲掀开，内面清好清气，空嘴永远都袂好。是无唔对啦，但是人即阵安尼，你甲看，真单纯啊，快快乐乐，无烦无恼啊。啊，你即摆若去勉强伊，去去回想较早遐代志，遐拢是痛苦啦、伤心啦、不平呢。啊，敢有通参照即阵安尼，遮尔啊单纯哟？当然是袂当啦。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咧，痛苦甲怨恨是生命中的一部分的。嗯。卡虽伊的记忆啦，永远拢无法度恢复。伊甲性格两个母仔囝是要安怎相认？唔，那因母仔囝永远拢过一程呢。啊，搁有，总有一天你若有需要甲信家讲，因爸仔母甲因阿公的温暖的时阵，你要安怎讲？好啦，啊，就准我互你讲啦。信家敢要相信？啊，就是安尼，唔才咧为难，伊还搁有咧哦。还搁有啥？有一天，一个老民风若知影讲哦，回避也无死，变作即卖阿虎啊，我惊阿虎也会危险。敢袂？你家己想看卖啊！这刘明芳吼，逼死家己的后生，这是伊一世人上解大的痛苦呢。啊，即卖若互伊知影讲，性格是伊家己的亲孙，啊好啊，佫是性格的妈妈，你佮想，伊敢袂互因相认？硬挡嘛要挡掉伊，啊，伊家己做的代志，伊硬扛嘛要扛起来，无必要性格知影。伊惊伊的孙将来会甲伊扣分啊，所以我即摆我是咧惊讲吼，咱安变来变去，到尾啊惊无法度甲性格掀回避啊，反倒当下敢着去害着回避啊咧。对吼，这绝对要提防，一定要提防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回避去美容，
迄老明峰哦，安怎想都想袂出来，讲阿好啊，就是回避啊。所以咱即摆吼，一定爱保护回避，保护回避，就是等于咧保护性格啦。佫敢是走去倒去啦！啊，阮那个烦恼刚好袂输，敢那无头好心嘞，四界撞四界撞，都已经唔知要怎样啦。嘿啦，恁都唔知影嘞！啊，阮家吼竟然甲阿强讲，甲阿强讲，伊毋是真心咧爱，啊，伊个来往是为着要互性昌甲余惠武这边配合安尼。哎。哈，啊，恁拢知影？阮拄则才位遐转来尔啦。迄阿强吼，真真正正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讲要骂阿芳，伊就讲叫我骂阿芳阿彪。阿强已经转去伊妹屋啊！啊，恁阿公还袂转了？啊，就是还袂转来，我唔知咧急，啊，甲卡手机啊拢唔接咧，啊，人全无消无失去呢。哎，我是咧惊讲吼，阿公唔知参照顶个海底阿爸代志共款，伊想袂开无？呸！你遐讲家己的事，莫当我破格啦！啊，死人来是阿强，唔是阿公，阿公真正就爱想袂开。好啦，莫想伊只有康无顺的，死去来找啦。阮即摆要来去找阿芳，啊，所以你继续顾厝，啊，三不五时去地巷甲我唠唠看看。啊，阿芳若有倒转来，你著敲一个手机甲阮通知一下，安尼好无？嗯。我看吼，规是安尼啦，咱来分开啦，恁去找阿芳啦，啊，我过来现场甲看卖，看阮这合约签无成，以后有啥物麻烦也无啊。好，进来坐。我送你这束花，是想要跟你讲，人甲人会当相识，迄是有真心的。若是会当做伙，迄都爱用心，甲无可能变作是无可能的。为着你，我才应该心胸斗三工。爱你这款人，违背你甲过完节，去甲九龙斗三工。这有多困难，多痛苦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也跟你同样痛苦，同样不甘。我从头到尾都没爱什么跟你交往，我就是利用你喜欢我，我就是利用你对我的感情，所以我就继续来跟你做伙。其实我是想要看看你答应帮助星球，你知吗？我就是利用你。阿强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配袂起你，你是一个这么好的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配你袂起。我到底应该怎走？我到底应该怎走？蓝英雄，这摆是安怎？你搞装笑的？金发师，你慢慢安尼。啊，甲阿强仔签约签袂成，迄真正是意外啦！意外？什么叫做意外？咱甲余惠武签约的消息拢已经放出去啊，记者会时间嘛已经拢通知予媒体啊。你甲我讲，你叫我安怎去甲遐媒体讲这是意外？啊？啊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啊。啊，那阿强仔本来嘛答应要签约啊，啊，明仔载伊甲阮姐的感情可能会发生问题。因咯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
本来我搁咧想讲，秀强那遐尼简单就答应甲咱九良合作，原来恁就是用美人计，真牛，恁阁真牛啦！我乃讲无想到这步啊。我问你，迄个周强这么便宜了后，这下嘴七七的，就要反悔啊？啊，恁姊也唔得白白牺牲啊？啥牺牲啥？你讲不清楚哦。阮姐牺牲啥？你即马甲我讲清楚。啊，敢做就免惊人讲啦。是讲恁兄弟啊，嘛真正是呢，查甫人，咱拢专门靠穿裙在咧食穿啊。你讲讲。嗯，恁两好啊，跟我知，请你就事论事，卖甲代志牵扯到无关系的人。上有失败的代志，所有责任我担。看你要安怎处罚我，随在你啊。安怎处罚你？卖来这套啦，卖受害吼！你甲小林着要订婚啦，是阮表兄未来的伴主呢，我哪会敢卡你？啊，回到九龙以后吼。是你这靠穿裙的人的天下啦！你要甲公司安怎不合作，迄嘛是你的自由啦。金发仔，你早起敢有洗嘴啊？无你的嘴呢臭到安尼啊！我怪连红党就看你无。而且我嘛听伊讲啦，你迄几块金牌是红党的开钱买的啦。啊，若无以你的才调，你是要安怎挂大金牌啊？你在讲啥？你给我讲一遍！无你上多话就少讲一遍。你两个好阿妹啊，出不出房间无好话哦。爸，你倒啊！师兄啊，你哪会来？老爸来看见袂用了。啊，今日来啊，到我办公室啊。爸，你先坐，心情不好。无啦。我是想讲，安坤良咧办公室哦，人侪较复杂啦，啊，咱爸仔囝也是拄则讲的较自在啦。你免烦恼啦，我有家己办公室呢，我会同意哦，无人会来叫了咱爸仔囝讲话啦。无爱啦，反正我无想要搁再入去安坤良的公司啦。师兄，你莫乌白想啦，我是哦来甲你关心一下尔啦。啊，本来大家是咧欢喜讲阿峰甲阿强会当有一个好的结果啦，啊，但即马无甲安尼，啊，所以阿强咧合约安尼雄雄签袂落来，你压力一定真大个。无影，安当还阁有其他的人在咧支持我个，所以就算阿强无甲阮签约，我嘛有信心拍败台币。你卖过假啊！爸，我这真正无问题啦。我顶多是烦恼，阿峰阿强两个人无在做伙，实在是让人感觉足可惜，也真遗憾。本来我是想讲去甲恁看一下，啊，不过即马时机是过敏感嘛，我是讲我去，顶多互因压力。爸，你敢会用替我去关心一下？啊，这个代志敢着爱搁你拜托了。但阿峰嘛袂输，敢若我家己个查某囝同款啦。要不过话搁讲倒转来吼，这款代志要关心嘛关心无道理来呢。顶多是你，这合约签了有问题，安怎？转来公司有人责备你，还是甲你洗面啊无？新婚无在阮公司呢，请到这呢白吧。今日真怪怪的，哪有啦？啊，阵做有，嘛是咧烦恼讲红党啊对你想好吼，我这个后生都要胖起呢。你可会吃醋？爸，
无论安怎，我永远是你的心肠。你这囡仔就是安尼，遮善良嘛，啊，逐项都替人想啦，天公伯哦，听你这个好人。就算我好，嘛是敬着你啊。哦，那你讲这就有影啦。好啦，啊，当看你遐有勇气哦，我就放心嘛，我来跟。好啦。干车，变啦！啊，但恁老爸啊，无老家讲无啥啦，过这大路啦，啊，你到底无闲做你哩？不是啊，我是想要回想一下，我细汉时阵，你牵我的手过大路，迄种感觉。啊，那你吼，囡仔还是哦，上无效啦。我来安尼带你出门哦，啊，行都无两脚步，都咧画脚酸，都爱我甲你爱啦。啊，若无就甲你夹尾弄啦。啊，啊，今即马看你安尼大汉，我都照顾家己，我法度照顾恁老爸，我感觉真安。有你的肯定，我就有勇气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给你骄傲。愿望还未完成进程，我不应该倒来。伊叫恁哥出来斗三工啦，啊，无因暗性格要传啥，啥都上家嘛唔知。哥，今嘛手着伤，心嘛着伤，那我心情去操心石头山。啊，不过伊回来时阵嘛，滴个啦，无代志人感觉。你明明知影，伊个坚强是假的，是假出来。你有讲这款话？伊毋是生，伊是人呢。伊个心是肉做的，风擦着嘛是会疼，会流血的呢。对啦。几年来，阿强不是无闲的学煮食，就是无闲的照顾我，无闲的照顾你，真无简单，就是伊的缘分到啊，哎，变作安尼啦。为着一个插头，放弃过遐尼好的人，迄个李亚芳，啥事有够戆啊！七姐。今天有什么款食材？今天进的食材有和牛、土肉、乌尼、鸭香的粉油、雪场蟹、杏鲍菇、法国芦笋、银杏，还有……我卖个讲啊！阿强，阿是安怎是？我家己嘛不知是安怎。平常时，我那个所有食材停掉，
我拢有真侪灵感，真侪想法。我即马敢那规个人，规个心拢空起啊！哥，莫安尼啦，你是伤忝啊啦，哈？哎呀啦，这已经叫做什么失恋的后遗症啦！后遗啊，你真正是。一位屋，像，好，我知，多谢。安怎哟？什么人卡来？本娘卡来讲，三道三的胃病佫发作啊！啊，陈姑娘讲，伊妈咪恐惊搬倒来啊。本店的人有讲三道三不要紧吗？本娘讲已经替伊请医生啊，啊，其他都无清楚啊。阿强，我用请两点钟的假。你想要去看三道三？虽然我甲三道三敢若见过几摆面，啊，不过这几天伊给我的指导，我感觉我进步真多。一个这么经指导后辈的先輩，我实在无法度，把伊当作一般的人去伫看待。我陪你做回来。啊，你那去阴暗料理什么船呐？明仔预约拢取消。我今仔接个新书。那这做了你，我想连我嘛家己敢见笑。你呢？三道三，你药爱先吃，你也是赶紧去日本看较好。那安尼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阿里阿多。三道三，你人有要紧吗？嘿，你实在莫名其妙呢。破病的人是我，不是恁啊。我看恁煞比我搁较紧张。三道三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若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相共，做你开嘴，莫客气啊。即马才要来河西上班啊啦。你无看医生拄仔才走，伊即马要求我即一两天内，爱赶紧入院接受治疗。所以我明仔载透早会飞返去日本。三老三，啊，你敢真是这么紧，就要离开啊？我嘛无想要返去啊，但是无法度，没有，习惯就好啦。胃癌的患者本来就是安尼，真容易巴肚疼，一直想要冰棒。无依靠啦，胀气啊，肺的毛病足多啦。我知影恁即马一定足想要得到伊三粒星啊，但是因为我身体关系，煞乎恁的美梦成空，是我耽误着恁啦。但是话又讲倒转来，这我那算是恁好运啦。会当提早结束我对恁的挑战，啊，若无恁所得到的，无定就是干那恶毒的批评了。三道长，你莫安尼想啦。官官过来看你，我是真正希望你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。干嘛呢？三道长，我捌讲过，阮因为吾是要做家己，所以不管你是好人心生，还是恶毒的批评，对我来讲拢是假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会尽量找借口躲避我的偏见的人，若不是过头自信，若无就是过头的自卑。我都要做家己啊，在你安尼讲，我无差。啊，你呢？我倒嘛是希望能得到三道上你的肯定，啊，不过我更加希望。你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，虽然咱见面的时间真短，
啊，不过这几天你对我的批评，让我进步真多。我会永远会记得你对我的指导。啊，多谢。唉，我唔知是要替你欢喜，还是要替你烦恼。你这人看起来真老实，就戆戆戆。但是你咧讲的话，比你做的料理还搁较厉害。三多少？我甲性格同款，永远袂甲你放袂记。那是因为你去拄到一个比你搁较骄傲、也搁较有自信的人，对无？不对。也毋过真可惜，这场要比什么人较骄傲的比赛，我赢啊，你输啊。啊，输！因为对一个骄傲的人来讲，上该欢喜的代志，就是看到另外一个骄傲的人对心服口服。因为个人因素，所以因按我无多较多性格做料理。你若来，你是有可能就当拍败一位武的强我。强哥，我实在想无，你既然认输，明仔载都要回去日本啊！我伫当时认输，那你就来阮店的吃一顿，咱来试看卖。三路上。我嘛，请你，请你接受我最后一遍的挑战。你实在有影拢唔知惊呢？